今天来跟大家拍片介绍一下这一套 Makeware 系列怎么样搭配陶笔。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Makeware 系列，总共有六册，这是第二册我们今天示范的，会有一个 CD 光碟附赠、英语课程 APP 开通指南，然后它还有附一个点读的海报。首先我们先看一下点读笔好了，里面都会有说明书，还有会有保证卡，保护期是12个月内，然后正常使用如果有故障没有办法读，可以凭这个更换零件或者是维修。我给大家的一个说明书上面海报上面会有一个 QR code， 加入客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询问。那它这个是 USB 操作的，首先你打开了点读笔之后点 Make a word to letter sound N through Z， 是 N 加到 Z。 有一个章节是 Speak English in the classroom， 它会教一点很简单的课室英语，然后它会有一个 review test， 有四张的课后复习单。我们看一下 N P Q R W Y Z，接下来这个是课室英语，最后四章是课后复习，搭配 CD 或点读笔做听力测验。这个 Yes I can spell 列出一些拼字范例让孩子做练习。好，我们首先先来看 word， 来看字怎么念。 rabbit rain 下雨的声音哦。 robot 是机器人。 red 红色。 rock 石头。 ring listen and put a tick or a cross in the box. Put a tick in the box if the word begins with R. R. If not, put a cross. 那这一页都是不同的听力练习，有字母开头的单字测验，也有听力测验做单字填空等的变化，都是可以选择利用点读笔或 CD 使用的哦。看完 Word 的功能键，现在来看看 Read 功能键。这里跟点 word 差不多，回来看看前面单字。如果你是念 read 的功能的话，它 会告诉你怎么拼，怎么从 beginning sound 开始带。对，像这样子。然后 chance 是我最喜欢的 chance。在跟着孩子念的时候可以用指读引导，所以这套很方便让家长使用，带着孩子学习自然发音，一步一步让孩子熟悉拼读。透过平时阅读绘本做拼读训练，小孩子会慢慢学习到认字拼读，培养之后独立阅读能力。像这个 read 我记得也会念出来。好，那我们 Make a Word 系列点读跟 CD 使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看一下海报。N， 就小朋友是可以用点的去 nose 背单字。Net， 它有裁剪虚线嘛，也可以把它裁下来互背，变成一个教学单字卡，让孩子也可以跟着笔顺去做练习。哦，是这样写，小写是这样写，你可以变海报，也可以变字卡，都可以的。然后可以记忆单字，所以这一套真的还蛮推的。那今天大概介绍到这里，然后接下来我会给大家看看要怎么样使用 APP 来配合这一套学习。A, A, alligator, apple, ant, and
Andy the ant has an apple. Andy is on an alligator. Run, Andy. The alligator has an axe. Andy the ant has an apple. Andy is on an alligator. Run, Andy. The alligator has an axe. Alligator. A. Alligator. Ant. A. Ant.